你不应该回来的。宇宙之眼存在于上古遗迹之中，随着时光流逝，逐渐被人类所遗忘。在漫长流转的岁月中，宇宙之眼接受了各大星球光华的滋养，开始凝化出自我意识。勾玉从宇宙之眼分裂出后，落到地球上。 而你的血滴落在勾玉上，才将它激活。从此，你与宇宙之眼之间便有了联系。为了拯救你破损的心脉，我将我体内的能量悉数输入给你。所以，宇宙之眼不是别人，正是你。只要你的心保持跳动，宇宙之眼便永远都会输出能量。 我不能再回到你身边了。接下来，你要面对新的人生。你活着的意义将不再是大唐，更不只是地球。